维生素 B 一二甲基甲基谷氨素 B 一二的高级形式脑细胞和神经组织支持剂，1000微克，100定剂，膳食补充剂。柠檬味 ，Gerald。补充事实：在帮服务大小1定剂，每个容器含甜100份。每份甲基谷氨素，甲基 B 一二一千 mcg 41670%，其他成分：木糖醇、纤维素、硬脂酸。植物来源：天然柠檬味，硬脂酸酶。植物来源：柠檬酸和二氧化系。没有小麦、麸质、大豆、肉制品、鸡蛋、鱼斜杠贝类或花生斜杠坚果，适合素食者斜杠纯素食者。注意，产品颜色自然会有不同的粉红色。使用方法：每天口服或咀嚼1片定剂，或按照合格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指示进行。注意，如果您有健康问题，怀孕、哺乳、试图怀孕、未满18岁或服用药物，请在使用本产品前咨询您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士。甲基谷氨素，甲基 B 一二比其他形式的 B 一二，例如禽谷胺，更好的被吸收和保留。甲基支持神经组织和脑细胞，促进更好的血液循环和循环。通过甲基化同型半胱氨酸，一种氧化代谢物，回到氨基酸甲硫氨酸。此外，素食者斜杠素食主义者经常需要补充剂，请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，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。这些声明未经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评估，本产品不用于诊断、治疗、治愈或预防任何疾病。片剂：直径12毫米，厚度6毫米。Click subscribe to Users Productions YouTube channel.